这样这一局其实队友发生了守备失误。这球还是一样咬中啊，在中外野方向深远位置来看，最后在警戒区跳起来，结果出去了 ，four three 三分炮。王柏荣今天球季的第五轰是一支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哇，直接给游廷伟来一个重伤害啊！即便申浩伟想要飞檐走壁，依旧没有办法阻止球飞出去。今天觉得王柏荣在中左半边这边的全垒打，其实出现的频率还算蛮高的。哇，柏荣大王这个时候发挥炸裂了中外野的三分打点全垒打，在前面两个打击他已经贡献了四分打点哦。他的表情跟陈文杰就不太一样，对，一打出去就蛮有自信，说这个球可能会出去。哦，拿起了黄金加特林，王柏荣打出了今年球季个人的第五发全垒打，是一支价值连城的三分炮。